而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昨天晚间呢，是选择在冈山这一块是文化中心旁边的旧黄昏市场举行大型的造势晚会。好，两位这个前高雄市长陈菊还有谢长廷以及行政院长赖清德三人合体，他们联手来拉台陈其迈，而预计呢这一场呢是会涌入10万名的支持者。而今天上午呢就已经有不少冈山人前来勘察位置，摊贩也已经进驻来卡位了，希望可以大赚一笔。大批工作人员忙着排椅子、放矿泉水，排了老半天，只排好一半，就可以想象场地有多大。选前最后超级星期天，陈其迈晚间将在冈山举办大型造势晚会，不少民众一早就骑机车来勘察场地。那不占着这家家呢？摇滚去了，对啊。将来将来较靠当迄落，将来靠当花对啊。我早早就要来遐徛啊。刚刚讲坐坐那个招招个招招要来啊。先来看一下，观察一下。民众早早来站位，就是希望抢到摇滚区的位置，近距离贴近候选人。而这场造势晚会预计涌入10万名支持者，也吸引不少摊贩早早进驻，还有人前一天就来卡位。啊，昨暝个来遮困啊？有啊，困路边哦，困遮了。想讲先来卡位啊，对啊。对啦对啦，卡位对。差不多几条啊？才十困呢。十困哦，啊，十困到一千条。困30条。阮昨暝个先来一撮，啊，透早个爱来一撮看规划，得要红白。准备比平常多多少？哦，多差不多2倍吧。明仔星期天应该个较好吧。有摊贩前一天才在韩国瑜晚会摆摊，结束之后马上又赶到冈山看场地，连着两天追着候选人跑，只说累毙了。但选举才此时不赚，更待何时？马路边一整排的桌子都是摊贩卡位摆的。可以预期晚上又会是整条的夜市，而陈其迈这次也将请到两位前高雄市长陈菊、谢长廷以及行政院长赖清德三人合体，还有一名重量级神秘嘉宾也会到场助阵，预料将为活动再掀高潮。民视新闻郑义祥、黄建宇高雄市报道。